我的朋友。那我举实金马奖，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荣耀了，胜过所有电影人的荣耀。谢谢，感谢金马之人的捧。掌声欢迎我们陈小姐。好，今天这个是在台上准备了一个椅子，待会儿您是要坐着吗？那我就坐吗？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林陈小姐请坐。对，嘉宾第一次看到有这个嘉宾上台是坐着。大家应该现在跟我一样，就是满头雾水，都是问号。没关系，我相信焦哥可以来帮我们解答。掌声欢迎第五十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主持人黄子佼先生。欢迎，欢迎。最萌是高差的两位。第二次。哎，真的是不好意思，那个靠近，怎么才一张椅子呢？啊，不不不，再帮焦哥准备一张椅子。不用不用不用。就是我跟他们说只要一张椅子就一张椅子就好，但问题就来了，是轻车怎么你坐人都还比我高好像还是有一点差距。哎，林小姐，是你不知道这种椅子是有油压的吗？请你启动你右下方的一根棒子。你知道我们像平地近人。对，谢谢谢谢他们贴心。对，那老板你现在是要骑马的概念的，小心小心。哎，漂亮！怎么样？这个组合非常登对吧？这个比较好吗？还不够。还不够。我跟你讲，艺人都是人来疯，我怕等一下聊着聊着他就站起来，对不对？你坐好，别动啊。Please fasten your seatbelt. 要转一下，转一下，看不到。请系上安全带。好，谢谢。这样他大概就不会莫名其妙就爬起来。耶、yeah, ，好了，完成了，太好了，好，可以聊天了，可以开始聊了。是是，两位最近其实都是这个喜事临门，喜事不断的，谢谢谢谢。这个焦哥吧，焦哥喜事。